从街头转到参拜乡的公路花园，最近是进入了观光的主要季节。要讲天气开始变寒了，是非常出来佚佗的。这时阵，这公路花园伊个种的花卉哦，嘛是开了特别水。民众则讲有机会，买当来到这公路花园来骑铁马，欣赏这精美的景色。参拜乡的公路花园最近是变得非常美丽，因为天气变冷了后，就是花卉开得上佳水的季节。真侪店家因为有各种的花卉，看起来是特别美丽。参拜乡公所就表示，公路花园为十一月开始都是因观光的主要季节，进来游客是特别多，而且若到过年时阵，就是每一年游客大爆满的时阵。咱这个寒天的时阵啊，咱公路园会使讲要观赏的植物，也是讲要来遮骑铁马，啊，要去看花，也是讲要买花，也是讲要买一挂盆栽。啊，来，大家拢来参与公园开会的，尤其李国刚的假期内底啊，我相信讲咱的节目，尤其咱的游客人来，无论你停车，还是讲你这个要做啊要食饭的时间，应该大家拢无问题。我相信讲啊，今年全国乡亲啊，今年咱的无论是你跨年，还是讲你咱的啊照例，咱的农历的过年啊，五天内底啊。您来这看，会使讲琳琅满目，哎，开五十块停车位，还是一百块停车位，啊，咱就所有的工具就会当做较好势。相信啊，小朋友嘛有希望讲要来观赏这植物，我相信这是一个好的风景区，啊，希望咱全国乡亲会当日日咱参拜公路花园。参拜乡公路花园的店家，因为种各种的花卉，也个有树木，都敢那亲像是一个大公园同款。每一年的过年前，常常变成游客上界喜欢去的所在。民众有机会来这租一台脚踏车，不用开伤侪钱，就当省几工，看到公路花园上界美丽风景。中央新闻蔡江平参拜报道。